哎，不是我一个人啊。去，去。哎，这溜溜，这么长，就这个，我先给你整了。啊，整了，整。这得多少年没修啊？这一辈子都没修过吧？五年没修的梯子。走，小心这个驴踢的啊！踢啊！这家伙，嗯，今天这家伙真是大家伙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拉他这边。这家伙，哎，妈，比卓别林的鞋，嘿，比卓别鞋，比卓别林的鞋还大，还长，嗯，快走，好嘞。那我比一下，跟我的脚比一下。这个梯子也长新了。你的脚还长了，长。这管子，这不是给根儿的整，给根儿的整啊。哎呀，好嘞。起，好，懂了啊！哎，又趴着，他也一倒腾。起，起，好嘞，起，大家。切下来的驴蹄子，拼起来得有半米长。哎，这个脚厘米不能脚，知道吧？两脚长，看切下来绝对有两个脚，看。哎，出去把这个钉在脚底下走路估计舒服，鞋磨不烂。还不动了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大鸭子。看了好久了啊，这大爷在看了好久了，估计也是没见。鱼好，好了，鱼，嗨，这么长蹄子都架过呗？都到岁数了？过生日了，好家伙，都没有。对，要不就人就干活就算了，对，干不了。这个来吧，这都是糟了，收着了。糟了很了。您弄一会儿什么吧，拿回来，你拿回来，好嘞。你给咱一百块钱。不
走路了。说好了，先走了。会走路了。哎呦！好嘞。哦，修蹄子，修蹄子嘞，刚买的是吧？哎呀，早买了，买嘞，哦，买了修蹄子嘞，是啊，真是这个驴遇到一个好主人了啊，这么大蹄子，这个钱贵的，好。好了好了，没给你。这是两个前腿，真大。太大了，又宽又长，又包间。晕。真辛苦。能有不？有，我给他两块。天哪，有。你这不能买个大的了，也别买这个。给送上大的，大的嘞，往大的买一个，想买个大的。咱有人给试场，师傅。我看还不如那超快的呀。不对，啊，不对，人还不如那超。热呀，烧烤上了。有。啥意思？大锅里的，开火的。怎么了？走。看这一刀能不能下来啊？好转转，行行，拧住，办那个挺好了，你不有还？拧住，拧住，要使劲还要老实，光了。好坚硬，是不是杨康？像大竹筒子一样。市场管理员，这么硬。穿着一双大皮鞋。哎呦，好嘞。好嘞。别走。一刀一断。这一天天的驴不能走嘞，驴不能走嘞。走，快！再跟走嘞，再跟走嘞。老大一块，加点水。你这钓下南下南鹰，不是你也钓不的，你这钓是下南鹰，你这钓是下南鹰。好嘛。给我师傅的给我饭碗啊！师傅累不累？不是，不累不累。休息一会儿口水。不能休，不能休。休完这个驴子休息，是吧？太辛苦了。后面还有呢，排队的后面是吧？啊，后边排队还有俩大哥的驴，你还有一，太辛苦了。还有个马呀！哎，这个活老费劲了，这个费劲啊！看的，你看的容易，我的对。蹄子还没毛病。晕，嗨！你这，你来，这。有了点劲儿，师傅。哎呀！哎呀，这一大片儿。嗨！哎，老总。又掉一大块，好嘞。天还是不赖的。嗯，天还不赖。好嘞，好嘞，别拆了。好嘞。这李国兴这回这辈子查这回挺轻事啊，哎，一会儿监狱了就解决了。说回再查，那我查的挖稀了都，长不成那么长了，这长不成了。嗯，这回长不成那么长。好嘞，卷的。
你看你都可能那些不愿意。